发小关山了，然后不被阿贤连续超爆第二天开始了，累死累死，哇！又被他嫌超爆了，明明说到神子而已，就到小关山了，好累哦，累死了。国珍超爆，国珍要跑100K 的超爆我们，也不想想我们昨天是骑脚踏车上来的，那我累干嘛？搞什么东西？国珍，他说他还要，真的哦。跳，跳。哎，国珍，你那边就可以跳了，在左边那边。哎，你又过来这边啊！哎，我们关心一下另外一位选手，准备要跳了。